我们问答的礼物啊，大家写完可以看一下我这边这一本《超越达人》，超越自己，你就是达人。对，里面就是有记录，像第一篇就是曾董的故事，然后张轩琦的故事，对，也收录在里面。然后电竞达人张轩琦，如果下次民主国中有机会邀请到张轩琦，你还可以拿书给他签名。我自己那一本就有他签名，还顺便要求他账号给我，但是我都是被骗奖的。对，等一下我们有奖征答就三本，然后抢答的人答对了就有机会带回家，好不好？有没有人很想要这一本书的？那你们等一下要加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等一下游戏规则很简单，我只要喊超越自己，然后你们要怎么样？对，想要这本书的就举手，大家我是达人，好不好？然后要告诉我们，我刚问你的答案是什么？啊，正确，书本就是你的。对，有那可能我也想说，有些是送分题的，就是说我可能问你想超越什么，对不对？像我有一个朋友我就问他说，哎，你平常都超越什么？你有在超越自己吗？他说有了，我都有在超越。我说你怎么超越？你都超越些什么东西？他说哇，我这个人最讨厌人家站在我前面了，只要有人骑摩托车、骑脚踏车在我前面，我就一定要超越他。这也是一种兴趣培养。那个人是我朋友，那他现在干嘛呢？南部中寮山有听过吗？中寮山在那个大冈山、小冈山那边，它是南部一个景点，那边都会举办马拉松。跟铁人三项，他现在是那边的登山王，就是只要看到有人在他前面，他脚踏车一踩就跳过去，这就是一种超越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不要今天听那个曾总统说，意大利人跟台湾人好像，他们都很爱闯红灯，所以我要超越他，我从今天回去就一直超越闯红灯，啊，这是不好的，好不好？对啊，那今天回去之后只剩下记得闯红灯这个代表吧。好哦，那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。那我现在要进行有奖征答，大家注意了，我现在呢，曾特助，你有问题要问他吗？没有，麻烦你。没有哈，那小慧姐你有吗？没有，那我就来了啊。这一题是送分题，题目是伟航，大家手上都有奖励嘛哈。伟航企业1996年创立的台湾精品五星游艇的品牌。名字它是有三个英文字组成。哦，你看，我今天要有人哦，就知道英文不好，但我不会这么残忍。请问，它第一个英文字是什么？好，大家都已经国二、国三了，对不对？超越自己，国三了。哦，超越车子，超越红灯，超越自己。他最快了。好，第一个字是什么？没有这个英文字母、哦，怎么念 ？Art 是什么意思？艺术。好，鼓励。来。好，第二题，曾董事长的分享里面告诉我们，如果找到自己的兴趣，找到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。就要怎么样才可以就能成功？超越自己。要怎样？我已经给你机会了，不是努力做。好，再来一次。我跟你讲，你是，但是也不是。它还有另外一个重点，三一，然后坚持。好了好了，你很坚持，那我就坚持把礼物送给你。好的，给他一个掌声。好，最后一个。AI Tex。最后一个了，那我看一下有什么问题。在姐夫的工厂，那就是奎隆游艇、强生游艇了。请问。郑景昌，请问，这也是送分题。这一题我找那个讲我是达人最有自信而且最大声的那个，手举得快没有用，好不好？是吗？请问主办这个活动的。是哪个基金会？国三。好，请问这位达人，我们是哪个基金会？大北京。
超越基金会，好，礼物送给你。好，那现在活动也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哈。那同学们，如果问卷写完了，帮我夹回那个板子上去，然后笔也插回去。讲义呢，可以带回去看。那个讲义啊，都是我加班辛辛苦苦写出来的，不要回去就马上丢了，我会凶心。哦，看一下再丢，好不好？好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呢，把时间。我们先交给老师好了，好，老师有什么要对同学们附答的吗？没有哈。你们对哪个导演比较有兴趣啊？对啊，对啊。美法达人，喜饼达人哦，我们现在没有喜饼达人。黄锦龙认识吗？黄师傅就是那个旅行应援团里面那个主厨，黄师傅他是我们的达人，他超帅的，龙师傅180几公分，超帅，然后煮的一手好菜，我跟你讲，要嫁就是嫁那种，回去都不用再煮了，好不好？结婚的钱要留下，你们都12岁了。真的，那你们就没机会了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现在请东老师来跟我们讲一句话。执行长还有很多的伙伴，这个上天给我在一个下午的时候，然后点到这个网站，然后点到这个我超越基金网站了以后，就看被他们所有的资料感动到，然后呢，就因此呢就有这个机会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参加这样的活动。我们先给超越。